那么它的锁印呢，就是剑印，剑印，拔剑印啊，这个是剑印。啊，一般人讲说，他只要他的剑拔出来，他不动明王的剑，只要一动一拔出来，就是要见血的。一拔出来就是一定要见血的。啊，这个传说里面是这样子啊，不动明王，他这个如果是要杀这个妖魔的话，他只要他的剑会发出声音，他的剑发出声音，就是他要拔剑，就是有这个不好的东西进来，他的剑发出声音，然后他只要一拔剑，那个魔就没有了。